แข็งมุดเยี่ยมนี่แบบที่ไอ้กระดับโต均匀的稍微推掉，再装。Thank you.
反正那个比较没有力，该有没有力，还该有没有一嘴握着，太后劲了，握劲了，这个完蛋掉了，掉了。就很有意思，做一个 P 图啊。但是大钟还是要从大拍到小的。哦，通常他们会把，肯定会把盐巴洗干净，以后完全就强化，他自己不会做的话。容易还要再试一次。一般用炙烧的方式就好，不时的翻一下，观察它表面变色的状况，均匀的稍微好进行炙烧这个动作。不好意思，这一罐用完了。
料理的方式的话，你们拍的时候会需要用筷子吗？